好，我们接着下个礼拜啊。我们发现这个站的位置不方便。把这个控管蛋白改成调节蛋白，也许至少看起来稍微中文一点啊，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异？等一下我们看到，我想大家也都熟悉了。那个你不会觉得苍蝇跟你非常同类，但你也不会觉得老鼠跟你同类，至少比较稍微认同。那可是这个背后的那个分子生物学基本上是非常类似的，特别是在动物的层次啊。那我们上礼拜大致是停在这里。那事实上这个大概五六亿年，那我们。我有点想稍微多讲一点 Hox Gene， 那个很有意思。就是我想这个课程的内容，我大概介绍这个，不是在介绍演化学本身，是在介绍而已。那基本上，这个本身是一个发现，就是好像动物在开始多细胞动物出现的前后，就是多细胞动物的分化本身，这个 Hox Gene 的这个机制。大致就已经建立起来。很奇特的是，这个基本架构没有什么变化。那我们看到的这几个例子啊，基本上都还是回到这个老祖宗，大概五六亿年前啊。好，我们现在呢讲演化最后的尾巴。当然，我们在进入那个宇宙的部分的时候，会不时回来看这个关于生命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个课程核心问题应该还是在生命了啊。所以在这里有不少事情，其实我们这个课大概会有很多事情是大家多少知道的，那我们只是走一遍啊。啊，这张照片好了，我说350万年前的空谷足印，你可以想成说是在350万年前呢、啊，有两个人啊这样子走了啊，他踩出了脚印，那脚印很快就被新的火山灰盖住了啊。这个好像听起来像说故事。那事实上1978年在这个 Laetoli 在 Tanzania 那里的挖掘出来的脚印，那我没有去讲这个故事了啊，你可以想象的当初他怎么发现等等，都会是一个故事。那你有这样的脚印，然后你这边写的这个假雅定年法，显然我们并没有真正教定年法，只是告诉你定年法的源头，但是物理学了啊，就是那个放射性、半衰期等等。那所以这个背后有一大套的学问。那你有这个上层的新的火山灰踩出来的比较凝结化的这个踩出脚印的火山灰，那你要定出这个年份，包括这句话说很快被新的火山灰掩盖掉，大概不会是马上啊。所以大概这个脚印就凝固出来。那你看到这个脚印，但我们这样看有点大小脚，至少我看，然后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那这个照片也只是会会意而已、那显然的对考古学家、考古人类学家就有很多很多可以去研究的，比对这个脚印啊，它行走的方式，它有没有病啊等等啊。好吧，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所要探讨的，只说这个但我想大家看博物馆、看 Discovery 等等，一定也看到过什么恐龙脚印啊、动物的脚印的遗留，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化石方式啊。那我们猜，我们想这个脚印大概是像这样子的。Lucy， 我想你如果喜欢在这里，可能同学八成喜欢看 Discovery 了啊。Lucy 应该听过，不需要多介绍。那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名字了 ，Australopithecus 啊，哇，我的发音，既然我不是懂拉丁文，也不是人类学家，这个如果发音错误，这个请多包涵。是把这个字拆开来看呢、，Australia 对不对 ？Austria， 你说 Australia 跟 Austria 很容易搞混，不过意思都是它就是南方的意思啊。那这个 Pithecus 在这里就是一个猿人的称呼。我们来看这个 Homo sapiens 的话，Homo 就是人，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
sapiens， 就是有智慧的啊。不，这个是一个属跟种，在这里这只是一个属啊。那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大概身高是一个小孩的身高。实际上看到的骨骼大概是这个样子，这边你看到的这个样子了啊。那重建出来像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形。那为了怕妨碍风化，或者怕被控妨碍风化，赶紧把它拿走啊，开个玩笑。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是像这样子大小的一个猿人，可是呢，很清楚的，不管是那个你可以从这些骨头啊，当然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学问了啊，不是我们在这里要去强调的，而能够真正去强调的。那以及这个脚印的研究，重点是在这里直立行走。但我想直立行走也许不是人的，绝对不是重要条件。很多鸟直立行走是吧？不过呢，这个人直立行走就是这个手，到后来脑的发展等等。好，等一下。那我想我们刚才讲完过这个 DNA 的证据，我们就只是嘴巴上讲，就是 DNA 的。有突变，对不对？那突变的速率大致是可以去研究的。那你比对 DNA 的突变的速率，我们也约略提过，等于是 trace 回去这个不同物种，可是相关的物种之间它的基因的序列变化度啊。那这个只是点到为止，告诉你说，借着 DNA 的研究，活体研究，那是你如果找到化石，运气好能够找到那个 DNA 的话啊，在这里大概不需要了啊。以这样子研究来讲，这边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啊。什么样的共同祖先呢？在这里重点是黑猩猩这边一只，这边分界点黑猩猩、矮黑猩猩，然后这边分上来是我们要探讨的这一只。那在这一段，黑猩猩、矮黑猩猩、现代人都是存在的。这个尼安德塔人在这里没有到达这一个时间点，就是它已经灭绝了啊。所以我们借着那个基因的研究，这三个都是活体。那我相信德塔人可能要找到这个基因，可能还是可以的啊。那你可以推回来DNA 的证据，说大概在6-700万年前是有共同祖先的啊。矮黑猩猩不是很多了，它在那个刚果那里一个小的区域，那黑猩猩的分布就蛮广的啊 ，Bonobo 啊，矮黑猩猩。所以有人称呢，我想也许我们这边是黑猩猩、矮黑猩猩，然后有个共同祖先，所以有人就称呼说我们这个这一支啊是叫做第三类的黑猩猩，第三黑猩猩的支派啊。那前面提的这个南方猿人呢，400万年前左右。在南非跟东非，对，我们刚看到那个脚印，东非那个 Tanzania 哈，啊，已经强调了，重点是直立行走，脑容量也不小了啊，可是就跟现代的那个猿类是差不多大的。那一些我想多少都啊，你不一定听过直立猿人，一定听过了啊，翘首人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这样翻译吧，但你看到在这里啊，我们看的话。再重新强调一下 ，homo 啊，不是同性恋的意思，是人的意思啊。在这里 ，homo habilis 啊，那个 habilitation 等等，就是手很巧啊。跟这个他的1-200万年前相比，脑容量增大了50%。那在他差不多的类似的时代。开始出现人造的石器，之前当然也有了。其实黑猩猩也会制作一些器物，可是非常的粗糙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石器时代开始发展，那跟这个叫做翘首人，就是好像这个手的功用在增进，直立猿人啊，这些都是重建的头骨，那看起来有点东方跟非洲的混合的样子啊，erectus。直立啊，所以这边强调它是站直的啊。那这个呢，是从非洲布散到了欧亚，基本上那个欧亚非大陆都是有的。尼安德塔人大家一定听过，
那大概在尼安德塔人脑容量基本上它跟现代人是差不多的吧啊。那可是呢它有埋葬啊，所以好像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题材就是这个生死的感觉，死后的世界等等。那你看这个图像的话，但好像比这两个好一点啊，可是你总是会觉得它画得像是一个野人，对吧？一个石器时代的人类。不过如果你看这张重建图的话，我想最近也有一些电影，有一些影片也重建过一些尼安德塔人的生活了。所以你如果在街上遇到了尼安德塔人，你不见得那么会认为他是不是你的种类啊。那所以他是遍布在欧亚，我倒有点好奇，我没有去查那他在非洲的源头是什么啊。那尼安德塔人大概是他大概其实跟人恐怕是一个有亚种的关联，好像还是可以交配的啊。因为有人说了，好，现代人大概20万年前出现，最早出现在非洲，然后到现在当然遍布全球了啊。那图像我们不用打了。有人觉得说有一些尼安德塔人的基因事实上是在已经进到人类里面了，所以可能是可以一定的通婚的。不过这个尼安德塔人在跟人类交错多时以后，你要想象的是那个时候人的种数是很少的啊，所以是很脆弱的。那因着现代人的出现，最终大概几万年前左右，有人说一直到1-2万年前都还有了，就尼安德塔人就找不到了啊。这个就是你看到我们从这开始讲的这个演化树的分支的这个概念一路上来。那去年的一个大新闻啊，这个作为一个习题，你们自己上网去找，我不直接加资料，去年才出来。去年被那个 Science Magazine 啊，是科学杂志期刊啊，定为这个2009年的十大科学发现之首啊，就是这个叫 Ardi。Ardi 其实1990年代就发现了，只是呢，他们大概啊，现在你自己去找。那稍微读一读啦，你读中文网站就好了，那个有兴趣你可以读英文啊。那基本上啊，好吧，这既然做了一个习题，你们自己去找吧。好，我想也许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生命故事啊。这个是从叫做 Tree of Life Web 啊 ，Tree of Life， 我们讲演化树，讲一大堆这种 branch， 是讲演化树不断的分支，对不对？那你把所有的那个枝叶全部重建回来，像这样一路回去的话，这个可以当作是生命树啊。那当然我们讲生命树通常指的是所有存在的总和，那还有人把它更进一步说所有可能的存在啊。因为那个既然演化讲的是 natural selection， 对不对？那有一些的它没有发展下去，是因为没有出现对应的 nature 的环境啊。所以我们回顾的话，这个你看这边很有趣啊，这个多半都是单细胞，不是，这边都是单细胞生物了啊，其实蛮复杂的啊。你想，细菌类都往这里走，你看说怎么会有这种交错过来？你们要不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交错过来？我没有去仔细探讨啊，也许有人可以教我们一下。你看这边从菌类有一条线进到这个，这个如果是植物门界嘛啊，那这边有一条线这样过来进到这个，这个是 eukaryote， 就是真核细胞类的动物啊，动植物啊。啊，原始的生命我们说至少那个 somatolite 那个叠层啊，可以一直回推到35亿年，所以大概40亿年左右生命开始发展。那 branch 出很多，可是我们眼睛比较能直接看到的属于这里。那这当然是很蓬勃的一个生命体，那当然你也知道细菌什么种类更多了啊。我们印象中的生物比较会偏向这里，那你看这些 branch 的话，出现那个真核细胞的以后，基本上多细胞的那个发展就开始进行了啊。那有一个大的 branch 是植物，
啊。那还有很多的类似所谓的原生动物吧，啊。那所以你听过的说这个菌类、蘑菇类跟动物跟人的关系，还亲过跟植物的关系，你就看到在这里，植物是更早分出去的一个大的 branch。那可是呢，你如果倒回推的话，动物跟这个菌类这个 branch 的分界点晚过植物出去的这个 branch。那这边这一条过来，大概，鱼类、爬虫类，鱼类、两栖类、爬虫类到我们这里，我这边拉出来这个虚线，很漫长的时间。记得的，两栖类出现大概3亿多年前左右啊，那不到1亿年就有很大的恐龙了。那我们这边讲的，我们刚才提的是在这一点的分叉，对不对？这边你看，这个有这么多种类的黑猩猩，那这边的一个分叉点是那个 bonobo 啊，那人类的分支在这里，你看就好。所以这里在这里纯粹就是看分支，没有讲说那个在还是不在啊。那这边人们很努力在研究那个人类的物种原始啊。你要再看的话，这个 orangutan 那个类人猿，那个大猩猩。那最后这个是猿人类啊，我们只不过是这个顶端的一个小小的 branch， 因为这个点大概6-700万年，那这里我没有去查考多少年啊。有没有可以告诉我这两条线是怎么回事？我鼓励发言，不过这个根据啊 ，OK， 好。不见得知道，可是以前生物好像有学过有一种叫做点虫。它是一个单细胞生物，它会动，会去捕食，它有叶绿素，就是它可以起光合作用，它也可以捕食东西。是不是就是跨到植物那边去呢？跨过去，不过这个好像，那个大概我不会叫跨过去了啊。OK， 还有一位同学。分出三个，就是现在有很多嘛，很多那个是真核生物，然后我记得以前生物讲过是有古细菌，然后真细菌和真核生物，那三个。那个是在这里，我现在讲的是说很明显的有一条线从这里拉过来进到植物界，有一条线从这里过来，就它这样演化过来，对不对？可是呢，好像有这么一群这样进到真核细胞，好像是它的来源的一部分。有没有要想一想说明一下？这个我也不考，也没有标准答案啊，我要不要考？没有啦，这个既然没有细讲啊。我们好玩一下嘛。这个你看到像这样的图，但一方面你看到说这个原生生物其实还是很庞大的世界，那可是这一支过来出现了真核细胞，变成一个比较巨型的生物了啊，很巨大。那怎么会有原生更原始的原生生物，怎么好像进到里面去？最后一次机会。没有的话，我想我举一个我知道的例子吧啊，立腺体啊，可能你多少读过说立腺体大概原来不是在类似真核细胞里的，可是呢，好像它融入细胞里，它也存活了啊，可是呢，它变成一个我们能量使用的一个方式了啊，所以立腺体可能是。所以有兴趣的同学，我想原则上还是不考了，只是说在这边你看到这个现象，希望你如果有好奇心的话，我推测类似像立腺体这种，就说包括你看那个真核细胞里面呢、有很多个那个叫 organelle 啊，就是小器官，那它究竟是自己发展的，还是它去抓了一些发展出来有功能性的组织组合起来？那包括前面同学讲的，你看我们身体里面。这个白血球是不是像很像阿米巴是吧？不，那已经真核细胞了等等了啊。好吧，我想这个一大部分就是介绍这样一个网页，是一个很大的网页，你可以去看各种不同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等等等等啊。好，所以我想我们直接讲演化大概就到这里。
我再换一个。哦，没有，还有一个 ，sorry， 不是 sorry， 忘记了这个。我是说这个东西我不继续多讲了啊。从演化直接跟人有关的，就是因为演化也是至少在地球上是人发现出来的啊。那我说我们取材是这个样子，那我也明白讲，你看这个 title， 你看它这个章节，我当时选这个是因为它这个 chapter 1跟 2是很简洁的就把演化的梗概，包括当下的啊以及一些问题啊都摆着了啊。那可是他有个用心，就是希望借着 evolution 介绍 science， 那来对比在美国一个还蛮严重的问题，就是 creationism 啊。那所以他也介绍了 creationist perspective。可是我讲说这个，我希望三个礼拜就把那个演化大致处理完啊，因为这个教材并不多，可是那个宇宙的教材非常非常的庞大啊。这个绝对可以很庞大了，可是那个细目更远离我自己个人能理解的嘛。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那个 PPT 档，你们可以自己去阅读对照一下这边的讨论。我这一个资料没有做翻译，不过你如果对比的话，我们大概课堂上的 PPT 放大概就是把所有的那个这些奖章做了翻译，也许去无存经吧，也许加了一些东西啊，你可以看你自己的兴致要读到多深入啊。好，所以这个部分是阅读。那我想有一点没有问题了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人有这个美感啊，有一个赞叹感。我们在那个 introduction 的时候就讲了这个神秘啊的那个挑战，好像是人生最奇妙的事情。所以你在大自然界里走，不管看植物看动物，这句话成立，我想你从小到大不必否认啊。我们不是在那哦 sorry 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个 section 的大纲了啊，它的文化背景等等。那我想我不都走了，我可能就啊，在这一页的话，主要看到一个背景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成长的时候一个奇特的经历了。我在到你们这个年纪，出国前啊，甚至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就念 creature 啊，有一个 creature， 总想到说哇，有个小动物在地上爬叫 creature 啊。那可是大概也是出国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天终于体会，也许你早就体会了。啊，也许你研究字根、背单字等等，不，因为 creature 从小就学的啊，就始终没有看到说 creature 它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create 啊 ，creation creator 啊，我们讲的造物主，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特别包括美国的宪法，不是美国的宪法，那个美国那个什么独立宣言，你回去看，开宗明义就写 creator。啊，好吧，我想只点到这里。那我等很快的走一下这些页数，因为这些页数有那个有图片啊，否则的话，当初介绍这个困难之处一部分就是啰里吧嗦的啊。那你有兴趣你自己去看。去过亲眼去过亲眼看过大峡谷的兴趣者。所以也不少了，在台湾旅游昌盛。大峡谷的形成大概有1700万年、啊、基本上就是这个 Colorado Plateau 升起啊。我们也不介绍它什么原因，反正升起了这个河呢，就不断的往下切。那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一层一层的结构啊。那这切割了1700万年，到这个底部的时候，基本上是露出了超过10亿年。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各种的定年法？那定年法也不只是定年法，就是在定年法确定之前，你也可以借着那个化石的排序啊，就是一种系统学。所以去看的话，大概像这样子切下去的，一直切到这个石灰岩层啊，可以看到这个 Sumatra 以上超过那个12亿年。
那我想我们不在这里一一去介绍了，只是你可以看到说人家画这个图要用各种的方式去探讨，包括在这里直接去探讨啊，包括附近其他的谷啊等等，你看这边有断层啊。好了，显然不是我们要仔细介绍，只是你看到大峡谷除了赞叹它的宏伟，那你就要问说它怎么来的，背后有怎么样的一个时间，它要多久时间刻蚀出来，那这个一层层的结构是什么，那有没有可就这1700万年有怎么样的根据，有没有可能6000年就嘣就这样立起来，然后这边有个很深的谷等等啊。是这边很多的化石，那当然不止大峡谷，只是大峡谷很壮丽而已啊。所以我们这都已经介绍了那个这个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我们这些部分我们已经大致介绍过了啊。那我们当然也是因为梳理题了啊，这个叫做电脑断层 CT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这个问题不大好问了，就是听过电脑断层 CT 的家人接触过的，因为牵涉到你个人隐私了，我想说有谁照过比较不好，家里有人照过所谓电脑断层的片子的请举手，这个社会上应该很常见的，这么少吗？那从来没有接触过 CT 电脑断层这个概念，或者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请举手，所以一样啊，很多人不知道该举手还是不该举手啊。那我这么问是，你如果从来没有照过基本上是好事吧啊，你如果家人从来没有照过不见得是好事，因为有些人可能该照而不去照，我们在台湾是吧。那电脑断层其实也不是我在这里要详细介绍了，我们不需要了解它的详细，基本上是一种 X 光，可是用了影像处理了那个显影啊等等。我们来看就是说有这个技术，那这边是那个它不需要把你的头切开了啊，这是一个活体啊，那你看到这个大概就是从你鼻子这里断层嘛，就是像切一片，可是它借着 X 光显影，借着电脑影像处理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啊，那它可以看到你内层的结构，那一层一层，所以就是从这边的照片就是鼻子这里，然后再往上一点切一层，往上一点切一层，不是把你头切开啊，它就是借着那个一种 X 光摄影术，那你可以看到的从原来的鼻子你这边的脊髓啊上来到最后眼泡啊，然后开始超过你的眼睛，对不对，眼泡消失了，你看这是就是完整的你这个位置的大脑的剖面啊，到最后削到你的头皮一层一层削掉啊。那我们这样看，那对医生来讲，他如果训练有素，他看这些断层就说啊，这里有怎么样的病变，或者啊，你的头颅很漂亮啊，你的脑袋里面很漂亮什么的，强调的是他的非破坏性分析啊。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是医学技术啊，当然是也是物理学家开发的啊。那可是你现在有个化石，以往你有这么一个化石，你就推断，对不对？你也建立它的模型。可是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了啊！我可以直接拿这一个化石去做电脑断层，啊，把它切很多片，看里头的结构。那你说，老师这个就不完全精确是啊？可是是譬如说比较软的组织留不下化石的，留不下影响的，是它会消失。可是呢，只要硬一点的，反正一样嘛，你就是建立资料库，然后去推断。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习题。是让你去上这个网站啊，就是这个 digimorph.org， 你自己去看一看啊，有人在做的，那去看一看这个 3D 的立体图啊，包括活体，我们这边要看的是化石了啊。那你说像这样子的技术的开发，是不是对这个对古生物学啊，对古生物的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啊，这个是一个鼓励。那么再回到这个类似创造论这样子的上面写的说对化石记录的质疑了啊，那这边是一个系统学，
而且我们今天提这个 CT 啊，就是说有不断的有新的技术进来，可以增加我们的系统学啊。那化石记录基本上一致性是非常高的啊，总是会出现一些奇特的东西，可是你就要去找说是它奇特有原因呢，还是像这边所说啊，我找到了，你都是胡说啊，我说演化学者、生物学家都是胡说啊。电影很喜欢演人跟恐龙在一起，可是恐龙在6500万年前灭绝，从来没有人的化石，就几百万年而已，跟恐龙的化石会在同一个确证的岩层里出现啊。那 mammals 哺乳类大概2亿多年前出现，你只要确认岩层，你早于2亿多年的，你找不到哺乳类的化石啊。那个单细胞跟多细胞的分化发展也是有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在各样的神经层里面找到硬的地步，就不再看到多细胞生物啊，只有单细胞生物。那这句话说得很强了，化石是无可置疑的指向演化，这就是一个大的系统学。你知道吗？我开第一堂课讲说我是基督徒啊，那你说我在干嘛？我们在做科学，就有那个，反正就有，我不指名道姓啊，就有社团找我去讲过创造，我就把创造跟演化并列啊，然后说我看不出演化有不对之处，那就遭到批评啊。问题就在这里啊，我如果求真，如果很多科学家在求真，我们找不到问题，那不能说所谓的那个神创造一切就是错的，我们并没有说这一点。可是呢，它是不是照某人你所想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讲这个创造论的论述的这一个章节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啊。那这句话很强，可是基本上，我想在科学界那个绝大多数的正统科学训练的人会跟我讲的一样。我这种科学训练，可是我当然不是，我现在不是演化学家了，我只是说从小，受这样的熏陶啊。那我前面讲的不是没有错乱的时候，那可是你只要严谨的去做系统学的推断，不是要去狡辩啊，最后都会验证出来，就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岩层翻转啊，皱褶等等。OK， 好，那个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我想。克伯勒，我们还会再提到他的，很有名的天文学家。那大家在念，或许有人信心太软弱。这是克伯勒在这个新天文学 （Astronomia Nova） 啊的序论里面写的。那我稍微念一下。刚才已经偷看到了啊。或许有人信心太软弱，无法既相信哥白尼。哥白尼就是那个地动说，是吧？太阳中心论，因为之前教会不这么认为，而不会自觉在冒犯神，就是有这样子一个矛盾。你要想想那个时代，宗教战争前后啊，让这样人待在家里头顾他自己的事，让他安抚自己的心，说自己侍奉神并不比天文学家来得少，但是呢，神赐给天文学家特别的恩典，可以用心中的眼睛。那个线怎么不出来了？看得更清楚。其实跟达尔文类似了啊，绝对是更进一步。就是这一类的学者，早先大概都是想当牧师、当传道人，可以住在修道院，在学院里、教堂边，可以读书，是吧？可是呢，他有了天文上的，这边显然有移位了啊。好吧，我想这个字写得很清楚了，只是这个你知道吗？心中的眼睛事实上是圣经里的话啊，所以他特有所指。可在这里，他的心中的眼睛基本上也是人类特有的，就是能够做理性思维跟推论啊。那这当然在基督教之前的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也许忘了这个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无爱无失，无更爱真理。”啊，怎么讲呢？
他想做牧师的，所以他的可能上过神学院，上过什么什么 学堂，那受的教导，可是他去追究了，那他也是哥白尼的信徒，那当下遇到这样子的问题，跟他说出这种我觉得蛮好的话啊，那所以我想在科学上我们就是在追求真理，那你不可能把不是的你要屈从说成是的，反之亦然，我想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啊。那事实上那个 Galileo 的自由落体比萨斜塔实验，科布勒有名的行星三大运动定律，基本上就是牛顿力学跟万有引力的奠基之处了啊。那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人，看我们那个 Galileo 会再提的啊，我们已经有一个习题嘛，是吧？说他也等于被软禁的啊，都付了代价的。那可能就想是在这样一个架构之下，我如果是追寻真理的，那真理最终会显明出来啊。好像我们再用一页来提一下这个当代创造论。当代创造论就是有这个怎么讲了？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对付物理学了啊！伽利略、克布勒基本上是物理的范畴，可是，在16、17世纪之交，他们是吃了一些苦头的啊，要站出来发言。那现在关于太阳系、银河、宇宙、年代等这些问题，大概没有人真正去挑战质疑了。可是，在生物学却仍然是如此了啊，就是这个教材所强调的。那这个当然是诉诸于人类的一个直觉啊，不可化约的复杂性。那生命结构这么漂亮、这么复杂，怎么可能是由这种很无聊的突变跟自然选择慢慢累积下来？怎么会呢？啊，那么。所以一个其实这个大概17、18世纪的一个 argument 啊，就看一个钟啊，它会 tick 它会动，可是缺一个零件坏了就得拿去送修啊，所以这么复杂的事情一定有一个设计者啊，就这边智慧设计。所以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指这个鞭毛啊，这个鞭毛其实大概我这个是无核生物啊，我不是非真核生物，我超过我的极限啊。其实你有没有看这里，这个鞭毛它会转的，会摆动的啊。那你追根究底的话，它在鞭毛这个根部啊，用套用现在大家喜欢用的一个奈米马达啊，人类到现在还不能真正做出来的，可是自然界做出来了啊。所以他用这一类的 argument， 其实是像这次好像是 Paley 的一个 argument， 说这有一个智慧设计师在。那可是我仔细去看的话，这个 flagellum 啊，鞭毛，其实有很多的菌类有鞭毛啊，那包括动物类。那可是呢，譬如说像变形虫，对不对？要移动不是一定要鞭毛，那不要说不一定要变形啊。那鞭毛有可能当初就是怎么讲，不是目的论产生的，它可能有一些那个蛋白质的前身。那人们去研究发现说，这个鞭毛的蛋白很像毒素啊，很像一些细菌的毒素。这些我不能说这叫定论啊，你记得我们前面曾经讲过这句话，就是调节蛋白，这些蛋白质的纤维改变可以导致结构与组织的演化创新。就在很古远的过去，而且可能不止一次，那可能是原来的毒素发展成，当你说哎，这个我不满意，我知道的，那个不见得会令你满意啊。可是这边重点是它并不是一个不可化约的复杂。那其他几个有名的例子啊，血液的凝结、免疫系统啊，你都可以找到更简化一点的前身的。那如果我们重生啊，这个倒不是重生了啊，我们会看到说那个很多时候那个我们看研究生物的活体生物的 DNA 等等，会看到很多东西是 copy 的啊，很明显的就是在某个时候那个某一个基因它重复 copy 了。那重复 copy 出现以后，人们看到一个效应是什么呢？
你现在同一件同一个基因了啊，就是要控制胚胎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就是说手的发育。那可是现在有两个 copy， 可是呢，它显然长出太多手的，可能活不下去啊，活得不见得好。那所以两个 copy 有一个可以去控制手的发育，另外一个就闲置在那里没有用。那它闲置在那里没有用的时候，它还是有突变。可是闲置的那个的突变，它不影响存亡，对不对？因为它被有点被闲置了。可是，在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它可以活化过来啊。那这是人们找到的，前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啊。一个 gene duplication 的一个机制是像是在储备那个，是达尔文自己用的，叫做pre-selection 啊，好像是 pre-selection 吧。感觉好像是像在做预备一样。另外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眼睛了啊，这边比对章鱼的眼跟人的眼啊，那章鱼跟人是很不同的生物，可是章鱼几乎我们人眼有的它都有，很高等的，非常复杂的啊，有角膜，有虹膜啊，那个有水晶体，有玻璃体，有视网膜，视神经拉出去。那所以眼睛因为构造非常精细，那人眼的构造更加精细，去研究这些肌肉啊等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啊。那虽然眼睛到处都有啊，我们也可以研究昆虫的眼睛，非常令人赞叹的。我们今天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从简单的帽背有一些感光体，复杂一点的裂壳背，这样子弯曲的感光体什么呢？这边可以从这边来的光，这边从这边来的光，啊，视野比较大了，多一点立体感。那到这个针孔成像，那这个是直接跟外界通的啊，这是个针孔摄影机眼睛啊，那有个立体感了啊，有个全像了，鹦鹉螺啊，所以它可以游泳啊，可以转弯，你追它会跑。那骨螺看起来好像跟这些上面没什么两样，啊，这我还原来还真不知道，对不对？它有眼睛，它有一个还蛮复杂的眼睛啊。那可是我们去研究发现，眼睛好像基本上它的重点就是从感光细胞开始，然后周边就不断发展把它建构起来啊。你看，就是有感光细胞，有神经细胞，这是原始出发点。那详细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讲。好像这个视觉眼睛背后有一个很古的 Hox 基因，叫做 PAX6， 有兴趣你可以去追踪查考啊。那这类的争议是会不断的啊，因为我们在前页所看到的这个设计的问题是不断会被提出来的。可以这边，因着，好吧，没有关系，我想把这个部分。这是在这个 section 结论之前，我约略提一下啊。你们要知道，在民主社会里就是有 special interest group 啊，那有 lobby 啊 ，lobby 中文不好翻，基本就是游说团啊。那在美国，这个严重之处就在于说，他们希望进入学校啊，进入类似教育局啊，影响当地的立法。让这个演化论不能教，或者要并行的教创造论，要说演化论只是一个理论等等。好，这个我想我可能还是不要讲好了，这个字这么多啊，不知道该怎么讲法，你们自己读吧啊。这个否则我跟你一样都觉得无聊透了啊。我带出一个习题了啊。你也不只是从这一页了，我希望你还是看一看那个，你有兴趣看看他英文的，他英文还会再拉出去有一些其他的教材读物，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当做一个文化对比的教材啊。那坦白讲，在台湾呢，没有创造论书，大概演化论就是被接受的啊。可是作为一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啊，我想我不多讲了，就是说，可台湾有另外的问题。那在这一页，我不想
一一去念了，因为字实在有点，而且我这个角度看实在是看得很累啊。我想你花一点时间想一想，台湾在科学教育上，以及像演化论所代表的科学教育啊，生命的发展啊，历史的源流等等，我们跟美国的异同，我们自己的问题啊，那想一想，写下来讨论一下，可能也追问自己了啊，就说你如果看了演化学的这些证据，那你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源流，以及他对这边讲的有知识的决定啊，关乎个人跟将来跟集体的未来等等等等这类的讨论，我想在台湾也是存在的啊。好，我想那个结论的话，我会把这个也不是 DOC 档，我大概会变成一个那个PDF 档了啊。那结论就是前面那一页很无聊的啊，我等一下会打给你看，也许我现在打出来给你看，那个比较无聊一点。我这边只是那个Word 档啊。糟糕，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先右下角，再右下。不是，字小了一点，字大了一点。啊，哦，又太少了，是吧？右下角没有。右下角，好 ，OK。好了，我想这个基本上这个结论跟前面那一页很多彩色的框框的没有差太多了。那我想，没有什么课程要求，反正会摆在那里让你看。这就我讲说那个东西会交给你的。那我这边用一个话，其实是那个达尔文完全同代，可是他同代的时候虽然可能论述没有那么强，可是宗教意识跟强悍度当然不如这个那个盖利略的时代，可是还是很强。所以我们举一个大将Wallace 自己，你记得有人为那个华理士教区说好像这个他被打压了，对不对？这个比较弱势，那都被达尔文吃掉了。其实没有啊，我们也不去探究这个历史了。那个Origin of Species 那本书1859年出的，那个1861年的时候他写给他自己的儿子书。那我这边用的是那个好像是中研院那个社科所吧，啊，王道环译，你就看到了这个译文就是译文，要写得很流畅实在不容易啊。那我想可能在这里完全念完也是有一点无聊了啊，我就念最后一句吧啊。华理士说，我认为对有理性的人，达尔文的观点必然会胜出，他的论证庞大而有累进性质，孤立的困难与反驳撼动不了。那当然现在不是孤立的困难与反驳，实际上是美式创造论是有很大一个团体，而且不止一个团体也在做研究，也在攻击这个一般的演化学，找他的破绽等等。我觉得找破绽是好事了，可是问题就在于一个宗教的意识形态了啊！你要证明你认为是对的，那科学精神并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说，我觉得大概是这样，我要去证明。可是不是的时候，证据在了，我就接受承认啊。那可是带着宗教情操的这种提出的困难跟反驳啊，基本上就是要证明我共产主义是对的，一样的啊。共产主义破产了嘛啊？好了，我想这个是达尔文自己面对的。那好吧，我想那个我们演化讲到这里。我本来是希望这个现在那个我们一上课就点名做一个分组了哈，所以大家休息一下。不过我可能把我分组的哦，就在下一页。讲宇宙的部分，那宇宙不会完全，我们很关心的还是，与其说演化吧，就是生命啊。那人的话比较像是，不会反复，也许不会提那么多了，就是一个意识嘛。
那我觉得我想跳过这个开场，如果没有时间开场，也许最后来看还有点意思。那我们就直接进到这个 Chapter One 行星与恒星的部分。那现在到这个时候，你已经就算你没有这个书，你有方法啊，这个不归我管了啊。那另外，我希望能做到，不过这个翻译还是很讨厌的事情。我在网页上写的，我说这个，因为这整本是英文的，那我不希望英文变成课程的一个拦阻了啊，所以我是每一个章节都会帮你翻译了。那讲完那个章节，就会把那一个文字以 PDF file post 在那个网页上。那这个算是我目前并没有出版的打算了，不过这个翻译本身能够这样使用是经过作者同意的啊。那所以我们就进入这个讲这个其实是恒星与行星嘛啊。那我想我们一定可以讲完太阳这个部分，事实上又回到达尔文，或者说达尔文曾经面对物理学作为他的挑战啊。那我们离开太阳系进入其他的太阳系，探讨其他的地球，这个部分大概讲不完。那太阳，我想这个不是爱情故事了。太阳为什么放光啊？虽然你失恋了就说哦，太阳为什么还放光，对吧？那个感叹你好好想一想，太阳为什么放光啊？那这句话是达尔文在那个他的卷末语啊，英文写的还蛮流畅的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行星在那边周而复始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的时候呢，从一个很简单的开始，单细胞生物，很简单的生命体，35、40亿年前，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有35、40亿年，从很简单的开始，可是这么繁复的各种的生物曾经而且还正在发展出来啊。可是呢，我打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周而复始的运行能够这样简单的开始，最绚丽的形体不只是太阳为什么放光啊，是太阳为什么要放光那么久啊？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没有认真去面对过，想都没想过。想过这个问题的请举手。太阳为什么放光这么久，想过的请举手。没有啊。吃过恋人可能都有过，至少从那个歌曲上 pick up 的这样子的感叹，是吧？我们今天要探讨为什么放光这么久啊？那重点就是演化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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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因为我们人浮游死生呐啊，你是这样比较的嘛？啊，我们这个课不会讲的那么诗意了，抱歉。这个是英国东南部那个。伦敦就在这里，就是泰晤士河口。达尔文的家就在这个 North Downs 这个区域啊，离伦敦不远不近。荣木，那个如果看地图的话，这边也有写，那个 W E A L D， 有没有知道这个怎么念？来，外文系的同学请表现一下，这个怎么念？有没有会念？试试看。嗯？对，装。哦，所以你知道？你是望文看了就会念，还是你？我猜的。啊？我猜的。你猜的话，这个人蛮厉害的哦。是念 well 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有可能。不，我说用猜的是有可能的、啊。那这边写个森林地，那这个。Well 啊，我对不起，露了马脚。Well of Kent 使你想到什么？外文系的同学继续，还是有没有可以看到这个字的字来源是什么？德文。好，来，这位同学知道这个德文会怎么讲 ？Vowed， 现当代德文啊。那你知道这个英国是 Anglo-Saxon 嘛？啊，所以这个 well 这个字应该就是它的古德语演变而来了啊。所以 well of Kent， 所以这是看英文很讨厌的地方，有些字很怪，是吧？我如果又熟悉德语的话，等等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了啊。虽然这里就是一个森林地，比如说它是有点有山有谷，不是很好的地。我们如果在这里做一个剖面，剖出来像是这个样子。
你看到的这个核，对不对？其实这边是沉积岩，就是沉积的。可是原来是像这样一个结构，这样一整个地层啊。可是它上头被冲刷掉，冲刷掉就是流到这个河里去了啊。那有底层等等，所以这个 dams 有上有下，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是一层，那这边被冲刷掉。那所以在那个这边的字大概看不清楚了。1859啊，在原本的 Origin of Species 那个在某一个章节里面，达尔文是去分析了一下，说他住家地方可以看过去的这一个谷地啊，肯特森林地，从侵蚀率来估算，那这个就是对地质学的了解。他估计这个谷地，就说你看这边这两个是相连的，这些都是相连的，所以这一块东西侵蚀掉了，啊，被水冲掉了，被风吹走了。它大概要3亿年，那3亿年你记得的大概千万代的人类，人类没有那么久啊。好，所以这个是在物种原始里面，它已经利用了地质学，利用了一些它自己去研究，对不对？它可以科学探讨说这个现在下雨每一年冲刷掉多少啊？但每一年很难算啊，这是可以讨论的。这是达尔文，1860年。左右的照片，50岁上下，所以他50岁左右写的这一个物种原始，是在他跟那个华理士共同发表那个这个天择理论之后几年啊。可他遇到了困难，遇到了什么困难？那位少年英俊啊，1824年，20岁就当物理教授，我跟他比帅好几，有意思吧？啊，Lord Kelvin， 那个科尔文爵士啊，是 Baron。不过他是封爵了啊，那你觉得不？我说有一些同学知道了，那文学院同学就学一下。我们通常讲的0°C 啦，0°C 总该知道吧？是所谓的科尔文温度273度，那科尔文的零度就是所谓热力学的绝对的零度。那我知道，不是不要写度吗？273可以，对吧？我们要写度可以。无所谓吧，这个只是有这么严格吗？写的话就拖出去毙了吗？以前那糟糕了。我觉得那个扣分是错的，因为那个，因为我们口语里面，在一般的词，就是说在物理学里面是讲 degree Kelvin。那你所以你可以文字咬文嚼字说啊，这个是错的，那个是错的，那纯粹是定义的问题。OK， 好，没有关系啊。这个有人有切肤之痛，那不是我们这里的重点啊。我们这个课绝对不会因为讲度 K 而被扣分，我的老师就先被扣分。我在这里只是引用说这个世界的他的研究，热力学等等，发现说有一个绝对的零度。啊，就是温度不能再低的。好，这个不是我们讲的重点，只是说他是大师，大师中的大师了。那他就跟达尔文对上，啊，看，我们等一下会看明白了啊。他就讲，我们提过地热，那已经有同学知道是放射性造成的，所以你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后来的发展。可是，在达尔文1860年的时候，完全没有概念什么放射性，啊。所以大家知道有火山，知道地球核心是熔融的啊，这已经大致知道了。可是呢，他根据他是热力学大师嘛啊，他说几百万年地球就会冷掉，那火山活动就会停止。那回到我们这个什么太阳放光的问题，他说太阳啊，你看辐射这么强，它虽然温度很高，核心很热，可是呢，1000万年，我去年不知道为什么打成了11年，没有整错，我就是看怪怪的啊，千万年太阳就会变成一颗烂橘子，啊，就不再放光了。所以你可以等到那时候，就不需要跳河，到时候自动完蛋了啊。他活到1907年，事实上，他这一句话在他有生之年就应验了。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写法。他在写了这篇论文后在这里，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封，那个还没有成为连 Sir， 可能我都不确定啊 ，William Thomson。On the edge of the sun's heat， 啊，那这个杂志说不定是因此留名，我没有去查考，有多有名的杂志 ，Macmillan's。
1862年3月5号啊。那在这一页的这个文章里，它结尾说，这些根据我们现知的物理学是成立的，所以您这个达尔文先生这个说法是无法得到物理学的支持，除非但书啊，因为他做了假设前提，现有的就是这样，现有的就是这样，那只会冷却，除非在创造的大商铺里啊，有我们现今所不知道的新的能源热源啊，那结果我就打出1907，就是这一个但书在他有生之年就一年，你看1862年、1859年、1860年左右，那达尔文以及地质学家等等，就轻忽了，就说他们知道，可是也没办法，人家是物理学大师，可是我们坚持这个样子，所以是有，也不能讲斗争啊，就说克隆会说不是。Kelvin 会说达尔文这个东西背后有问题，那可是达尔文说这些东西我都详细查考了，我就把它成名在这里，对不对？用英文讲 for posterity， 将来再看啊。那反正他们后来就都老了啊。那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这个 Henri Becquerel 啊。那诺贝尔奖的旗手，第一个就是给伦琴、伦特根啊、Röntgen 啊，那都是跟放射性有关。他就看到是在1896年看到说，这个你用黑纸包起来，那铀元素、铀盐啊 ，oops， 铀盐可以透过包的层层的黑的布啊。他就发现了放射性啊，那这个在我们现在是一个，对不对？通俗的知识，虽然对绝大多数人还是很神秘，基本上就是原子里面，那时候还不知道，那时候知道原子，还不知道原子核，就是原子里面的确还有我们所不明了的东西，有未知的能量啊。那时候同学已经讲了，那。你要知道，即使是物理系的学生，他不一定知道这件事情。看你的阅读啊，地热的来源是放射性，主要是铀，可能还另外一个是什么我忘了。很有趣的事情啊，那这个放射性大概都在地表之下，没有到地心哦，不是在地心，因为地心是铁，铁容不下这些东西，它都靠近地表，可是没有到达地表，像是地。熔岩跟地壳之间的位置啊，好吧，这个跟这个课程无关啊。所以呢 ，Kelvin 的假设就错误。他也知道，他说如果有另外的能源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我的推论可以错误。那果然他的但书反而成立啊。所以那个新时代的物理学就此展开啊。所以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就在想说，哎，这原子里面有新的。一个能量，啊，它可以解决了，至少概念上解决了克尔文质疑达尔文的这个地热问题。那是不是太阳的能源也跟这个有关？这是非常合理的质疑。那事实上也是正确的路线啊。那可是我们要岔开来到另外一条线，有没有人可以直接把这个读出来的？刚才有同学至少懂一点德文的，这个不是德文啊。好了，我们望文生义 ，Dmitri Ivanovich Mendeleev 啊，熟悉的照片啊，门德列夫。好，我们不是要来教周期表，可是当然应该都是那个中学时代都学过了啊。那排出周期的故事不是我们要在这里重新讲，应该就是在台湾的教育里都有啊。那可是周期表是达尔文同代的时候的事情，可是。那个到达尔文跟那个克尔文过世左右，量子物理开始展开，大家都听过量子物理，那基本上就解释了周期表，有一个这样的图像出来，这个图像并不精确，可是我想是大家熟悉的啊。原来这个化学里的这个原以及物理里的这个原子序呢，
是这个原子有原子核，周围有电子，大家都知道的啊。是原子核里面质子的数目，也就等价于外面环绕着的电子的数目。我这去年打成10的负8了啊。原子的大小 angstrom 啊，十的负10米，十的负8 centimeter 啊，原子核再小10万倍啊，所以这个图像是完全不对的，这个地方根本就画不出来一个小点啊。那当画出来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知道原子核，这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原子核由质子、中子构成啊。哎，谁教你的？你怎么知道原子核是质子、中子构成啊？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也是一些聪明人花了力气才发现出来的。所以，请你看这边是一，那原子序是一，它的所谓的原子量也是一，就是它只有一颗质子啊。那氦在这里呢，它原子数是2，所以有两颗质子，可是它总质量像是4，所以它有两，还有两颗中子啊。这个我想当做一个通俗的知识，你不需要是专家了啊。那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假定你开始有点了解了啊，就是中子是1932年发现，那中子质量的测量等等等等，那人们就发现到这样一个新的契机，就是氦的质量轻过两个质子加两个中子的质量啊。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可以把一堆氢啊变成氦的话，大概会释放千分之几的质量，借着 1.mc 平方，我们不是才教学题吗？让你看到 1.mc 平方是多么宏伟的一个，对不对？这个 c 的平方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所以在这里虽然就差，其实你真的几乎看得到 1.008， 你就当作乘以4好了，大过这边的4，那再小数点，第三位的位置多出来的东西还有一些细节，可能那多出来的东西那个质量，就假定我可以把它变成氦的话，四颗啊，那那个多余的小数点第三位的那个东西，就借着 1.mc 平方变成能量，这就是核融合能啊。你不需要是专家，可是你要了解核反应释放的能量是化学反应的100万倍啊，百万倍，是蛮容易可以解释。那个百万倍跟这边这个比例是非常有关的啊，就原子核非常的小啊，所以它的一点变动，动辄就是外壳的变动的百万倍。好吧，这个就只给你一个感觉，显然我不可能再教的更深入啊。所以前一页我们讲，在世纪初的时候，在给 Becquerel 诺贝尔奖的时候，人们就在猜想说，哇塞，有新的东西在发生了，这个世纪的转换不是盖的啊，是不是地热好像可以解释到一定的地步了，那是不是太阳的能源？我刚刚已经讲，你也多少知道的，太阳的能源就是刚才讲的那句话，叫做 PP 循环或 PP 链啊。我们先化简来看，分开两个氢原子，两个质子啊，两个质子碰在一起，可以借这边这个反应啊，有个什么 beta plus 跟这个 nu 啊，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只是呢，看这个符号的话，符号把它写进来，这个红色是质子，蓝色是中子，所以这边一个质子一个中子啊，那这个叫氢二，那叫做什么呢？氘啊，氧化啊，然后这个呢？这边有另外一个反应是什么？再送一个质子进去，这边还有反应速率了啊，辐射一个光子，变成了一个氦三。怎么样？氦三呢？它有两颗质子，氦都是有两颗质子的，这是化学啊，或者这不是化学，就是说化学的背后是这个，有一颗中子，所以它有氦的化学性质，可是它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氦的核。好，这是一个连锁，这不是连锁反应，就是说三个不同的反应，那如果有两个在配对的话，两个氦三又有这样的反应速率，如果再放出两个质子，那就变成了氦四啊。这个都是不是我嘴巴讲，这都是要做实验，做完实验还可以做计算，实验跟计算可以去都在一起。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中间过程里，我得送进一个质子，
它在这里释放一个质子，所以这两个就抵消了啊。所以这整个黄叶的连锁不是合在一起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有四颗质子，释放了，这边有两次嘛，对不对？这个 beta plus 就是我们开课一开始讲的正子、正电子、电子的反粒子啊。哎，妙了，反粒子从这样子的原子核的反应里面跑出来了啊。啊，没有关系，你不那个不懂没有关系啊，你就看到说这边有一个大师卢克尔文原来完全无法知道的事情啊，他过世前他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啊，那个所谓什么大仓库啊，创造的大仓库里原来藏着这样子的东西啊，四个质子变成了一个氦原子核啊。放出两倍的这个正电子，放出两个我们现在还没有介绍的这个符号叫 nu 的这个东西，放出两颗光子，那这个反应释放出能量，释放能量什么呢？我们讲的小数点第三位的比率，这个总质量的小数点第三位的比率，在这个当中变成了它的反应能，那这个反应能是。假定我用相同的方式来写化学反应的话，大家都看过化学反应式，里面释放一两个 EV 的能量，这边是几个 MEV 的能量，就是百万倍。所以我们在前面那页所看到的氢弹为什么这么可怕？因为同样一颗炸弹，它可能是一两吨的炸弹，很可怕的黄色炸药，可是一两吨的黄色炸药再放大百万倍，那个威力，那这就是核子弹啊！核子弹不是在镜头上看的而已，你知道背后它的来源是像那是氢弹啊，在氢弹里的确就是发生这样的反应。那当你要造成这个反应发生，而且在你飞机上，在你的仓库里，它不要发生啊！所以很多的知识，很多的了解，很多的操控，有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正好教的习题了，我希望你有一个震撼感，就说哦，我现在也知道那个 1.mc 平方在这里发生的功效，以及呢这个紫色这个红色黄色盒子里面是啊达尔文时代人所完全不知道的事情，可是就在自然界存在，有没有问题？OK， 我们再回到太阳，这个 turn out 就是太阳的能源，因为太阳就是一个氢气球，哦，它不是一个气球了啊，氢气的球啊，要称它气体，也可以称气体，不过像电浆体了啊。所以太阳最主要的能源，归根究底，它没有这么简单在进行，可是归根究底就是这个反应式啊，叫 PP 循环或 PP 链啊。那可是这边带出一个问题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边有十的九次方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说这是反应速率，两颗质子碰在一起要变成这个反应的时候，你可以写下来的 P 加 P 变成 H2， 放一个 beta plus 加一个 neutrino 啊。可是有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个十亿年啊，不是说就至少意会这个十亿年，质子带正电荷，对不对？同性相斥，对吧？这为什么叫你们？我没有，不下班了啊。两个质子既然在相同电荷，那要靠近才能反应。要怎么多靠近反应？我想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说明。要靠近到原子核的尺度，还要再压紧一点，它才有可能反应啊。那可是你就想，有个很简单的道理了啊。氢原子里面，我们不讲氢原子好了，一般的原子里面，它的表层的电子，它的化学的能量就是叫做 EV 左右啊，管它这个叫什么意思 ，EV 左右。可是我现在如果把电子拉到原子核里面，原子核不是小十万倍吗？对不对？那个能量就增加了十万倍啊，因为这就是那个电力学。啊，那可是那是吸引力。可是如果质子两个质子靠在原子核里，是靠得那么近，所以
要把它挤到那么近，就牵涉到那个，如果氢原子是十个 EV 上下的话，就是百万 EV， 叫做 mega EV 啊 ，MEV。可是牵扯出什么问题？我要让这个反应发生，我得让两个质子靠到非常近，靠到比原子核里面的靠近还要靠近。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很强的正电和彼此之间的排斥力，是一般化学反应能量就是百万倍以上。可是你还要再靠近才行。那这边就写的，我用那个啊 ，sorry， 异性相斥 ，sorry， 太妙了啊，同性相斥 ，sorry， 如何克服这个库仑的排斥力啊？这个反应很难发生，为什么？为什么要10亿年的反应速率呢？啊，因为你要把这两个质子带着正电荷的，把它压到非常非常靠近，要耗用很大的能量。可是你一旦做成以后，它释放出来的能量比你使用的能量更大，啊，就等于是说有没有办法能换一个化学的角度，有没有办法催化这个？OK， 啊，核子弹就可以算是一种类催化反应啊。George Gamma 啊，他在1928年面对这个问题，他就推论说，这个可以连到太阳内部的温度，太阳是一个大反应炉，那这个是化学反应的推广啊，叫核化学反应。他就说太阳内部的温度要非常非常的高，那譬如说假定高到1700万度，甚至几千万度，那这个时候再加上一个当时正在快速发展的量子力学、量子物理，有一个所谓 tunneling， 一个穿隧效应啊，就是说虽然我前面有一个穿透不了的大山，越不过，就是刚刚讲的类比，就是这个库仑排斥力，这个山太高了嘛。可是好像我挖一个隧道就穿过去了，啊，那这个效用很妙，可是显然我们这个课不大可能去多讲。量子穿隧效应加上太阳内部极高的温度，就可以让这个反应发生啊。所以它是第一个估算了太阳内部的温度，可是要加一个又是那个克尔文不会知道的事情，量子物理学啊。所以自然界的宝库里不只是有这个能源。还有新的一个力学在啊，1938年的时候，这个 Hans Bethe 啊，老三们，我希望你们略略读过一点，就是当初造原子弹最初的地方啊。Hans Bethe 1938年的时候，其实这个详细的核反应，它的核物理学的计算，这些反应速率是算出来的啊，因为原来不能测量，是吧？去估计的这些仔细的测量啊，使得仔细的估算。他在1938年左右，基本上就解决了太阳能源的根本问题，是不是一个大问题，天大的问题啊！他因此读得1967年诺贝尔物理奖。那，啊，这个他是一个老将了啊。我们这个书写的时候他还活着，所以书里会看到说他还健在，而且还在贡献物理。啊，2005年过世的啊。OK， 所以太阳的能源是极慢极慢的核融合反应，我们要感谢这一点。前面不是看到原子弹爆炸吗？你说这个太阳是一个氢气的球，然后里面可以有核反应。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极慢的反应速率的保障的话，太阳就是嘣就全没了，是吧？就是个大热核爆炸。可是它不是，它是非常非常慢的一个核融合反应。那这个也是一个大自然的奇妙造成。所以原来一个物理问题。原来在自然界使用来变成太阳为什么放光这么久啊？为什么放光这么久？原来是这一层道理，听懂没有？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那不太懂的话就反复看一下。你现在也有小组了啊，但小组可能都还不认得了啊。那你等一下也可以问，下礼拜也可以问。那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啊，太阳放光啊。我们来看看对太阳一生的估计，这是书上的图啊，我就直接引用。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是起点，这边写 cloud， 大家一定多少读过，就是
好像在古远的过去有一团云气在太空中飘荡，然后它不知怎么的啊，它就凝结下来，就收缩成一个。那我们今天这个照片不是太阳在这里升的啊，这个是用那个应该也是 Hubble 嘛 ，Hubble Space Telescope 照的那个老鹰云气啊 ，Eagle Nebula。那在 Eagle Nebula 这个都可以再放大看，是很漂亮的，就是那边有云气在，有事情在发生。那我们就是拿这个照片来多少说明说，太阳在出生的时候就是像这样子的一团云气。我们以后会来讲这个，不是以后，很快，今天大概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云气怎么收缩形成这个太阳系的系统。那这个是它的出生啊。那怎么样呢？云气重力收缩本来就是一团云气，温度很低的，可是收缩了以后就增温，增温到一个地步，那核融合反应开始进行。那还好，那个核融合反应天生是很慢的，不是爆炸式的，因为那个质子不喜欢在一起啊。那一旦点燃了，这真的像燃烧一样，只是它是化学反应的推广，核化学反应的一个燃烧。前面看到公式了，把四颗质子等价于把四颗质子燃烧成氦，然后有一些废弃物或者当中之一就是能源啊。所以反应率如果跟形成的这个球体，这个星体，它表面热能的散失，它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啊。所以它收缩点燃了核融合到一个地步，跟它云气的大小有关，它就形成一个会发光发亮发热的一个星体啊。这就是它早期的形成。那这里现在类似是一个停格摄影嘛啊，就是你每一步走 1.5 亿年，那走这么多步大概100亿年，从出生开始大概要走100亿年走到这里啊。那我们现在差不多走到我们的太阳啊，差不多在这个位置中年啊。这个是到他的老年啊，老年你看说在这里还是一样，可是在这个位置开始它变大了，看一格两格三格三到四格啊，大概5-6亿年的时间是所谓的红巨星。也许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红巨星，就是从原来这个很稳定啊，也许再加上去，就是说你只要能源还在，它形成一个平衡，因为核反应速率很慢。只要那个能源在，它就慢慢慢慢的烧，真的感谢老天爷啊！不是烧的这么慢就没有这么，怎么会这么奇特？这样子一个很长的稳定期啊！可是首先红巨星是怎么回事？刚才说你只要能源在啊，只要燃料在，你的那个核心的氢就在那烧，是吧？可是氢如果烧完，核心的氢烧完，外围还有氢啊，可是。那个里面比较热嘛，所以氢气其实它的核心有个定位了，它外围的氢不完全进得去啊，所以到一个地步核心就没有氢了，那没有氢了就是没有燃料了，那原来是借着这个很热的这个压力把整个球体撑在那里，就像气球一样啊，可现在没有热源了啊，那核心就开始想要缩小，因为没有那个压力来平衡它。那可是借着压力的平衡，不是借着收缩呢，就跟它初始出生一样，它的这个核心就开始增温。可是核心增温的话，外层也增温，所以外层进不来的氢呢，借着这个效应，外层的氢就开始烧。本来外层的氢烧不了，它也进不到核心里去。OK， 因为外层冷，里头热啊，它现在是把外层变热以后，那个外面的氢开始烧，因为外层变热，还不是最外层，就是核心的外层变热，就整个星体就膨胀起来啊。那 oops， 总亮度增加1000倍啊，甚至于更多。那可是。哇，这个当你说变得很大，为什么表面温度下降？那这个你就要仔细去看啊。下降到什么地步呢？这边是一个放大图啊，这个是这个地方的放大。所以星体原来的太阳如果这么大的话，红巨星可以大到这个大小。
一个 AU 是什么呢？一个 astronomical unit， 基本上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啊。所以这个超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所以什么意思呢？当太阳再过50亿年走向红巨星阶段的时候，它的太阳的表面会跑到地球之外，跑到地球跟火星中间差不多那样子的位置啊。这是一个 AU 嘛，对不对？太阳的核心在这里，这只是比喻。太阳在这里，大小只有这样，可地球就差不多这个位置，所以太阳会胀大到这个地步，维持5亿年左右。就是这边上面所讲的这个质子，外层的氢在燃烧，等到外层的氢燃烧完了，它无法维持这个红巨星的机制，就进入下一个阶段，还是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场面了。核心开始收缩，核心的温度就确实增高。那这个收缩还会有点点快速，所以就点燃了氦。我们讲了氢烧成氦，可是氦可以烧成更重的元素。所以一旦氦的核心被点燃，点燃要1亿度，前面讲的不是几千万度，是氢的燃点，核燃点，对不对？到达1亿度的时候，氦就点燃。那可是它像是什么？它突然间收缩一下，达到点燃，它就有点引爆，我们叫做氦闪啊。那这个引爆像这个样子，或像这边所画的，它会把外层，因为突然间释放比较大量的能量，就把外层炸出去，形成所谓的行星状星云。望远镜的照片就像这个样子，那示意图像这样，你的核心还在，可是外层大概炸掉到40%左右。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发现所有该烧的都烧完了啊，那出现一个量子物理跟重力之间的一个特殊态，叫做白矮星 （white dwarf） 啊。怎么讲呢？外头都这样炸出去了，像这边所描述的，可是内头的核心它就收缩进去，还会再爆炸，可是呢，它就变成一个本来的太阳，我们的太阳大概只剩下60%，一半的质量，它收缩到一个地球大小的一个星体，那亮度就差不多我们看月亮一样啊，就是它的反射的亮度，你距离远当越暗嘛啊，那这个叫做白矮星。白矮星究竟是什么？我们在这里没有清楚交代，只你看到说它很小，太阳几乎是太阳的几乎是太阳的质量，收缩到地球的大小。那你有兴趣你去查一查，不会考啊，地球的大小跟太阳的大小是多少，你估计一下也很容易，直接查，你估计一下白矮星的密度跟你我的密度差别多大啊，差得非常大啊。好在那个离我们很远，太阳大概活了40亿年，也许50亿年，因为这40亿好像比46亿少一点啊，反正我们没有那么精确，还可以再稳定的活相同的年岁。好吧，我想没有时间再讲这个题目了，有没有对于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我希望你感到很神奇，就是说达尔文，对不对？生物学家竟然打败了克尔文，可是克尔文也没错啊，他很诚实，他只是不知道一些事情。还没问题？其实如果没有教的话，下个课教进来啊。